基隆市后备军人昨天晚上8点钟在市警察局柔道馆举行方辉杯柔道锦标赛，全市的100多个柔道好手分成甲乙两组参加角逐，比赛进行得很激烈，到11点半钟圆满结束。甲组冠军中山区王明福，亚军中正区杜昌龙，季军中正区黄清照，乙组冠军中正区李树峰，亚军信义区史英武，季军仁爱区张永彪。